好，在这当中，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Excel 里面的一个分割函数啊，它是以指定符号来分割的。那它叫 TST-SPLIT 啊，这个只能365版本使用。2019、2021这个也没有提供这个函数哈，所以你要使用这个函数，一买 Office 365。上微软的网站啊，使用免费的 Excel， 它有提供这个函数啊，有这个函数。那这函数呢，它讲过哈，一指定符号，所以它一指定符号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是干嘛？栏的分割，一种是列的分割啊，栏的分割或列的分割。那总共呢有下列六个参数，第一个 TST 就代表你要分割的文字。第二个参数 column 的啊，这个它主要的就是干嘛？你要分栏的啊的符号啊，你要把这个字串啊分栏啊，要用什么符号来分割？那 row 的这个就是干嘛？垂直的，你要垂直要分割的符号啊，就是跨列不同列的啊，不同列的啊这样子。然后下面这个呢是说指定。TRUE 忽略连续分割法，就是说在这参数你玩家打 TRUE 脆就会忽略连续的分割符号，那如果是 face 就会建立空白的储存格啊，就是说它不忽略分割符号，连续的分割符号啊，这样子。那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会发生？有当你的分割符号两个到三个以上时，万一连着有出现的话，它就会变成这种情况啊，变成这种情况。啊，另外下来就是问你啊 ，match mode 就是说你要不要区分大小写？一的话就是不区分，零的话就是要区分英文的大小写啊，不要小写。然后最后面这一个，它是说你要填塞结果的值，就是说，因为可能呢分了很多字串。然后你是不是要把它干嘛？不够的储存格呢，把它填上井号 NA 啊，这样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第一个，这是我的句子啊。那句子里面呢，我假设要依照逗号跟句号来分割。注意到哈，我目前没有依照这个哈，我依照是什么空格，依照空格来区分有没有？那我怎么做？就这里公式打这个。TST-SPLIT， 然后去到你要哪一个储存格 ？A5 哈，这个储存格是 A15 哈，你不是 A5 哈 ，A15 储存格有没有？啊，然后呢，我要用的是空白啊，打的是空白键啊来分割。那前后要加双括号哈，因为是文字啊，这样子啊，特别注意到。所以在这边你看到的结果哈，这边就会有没有结果出来？1.1个储存格。NO 在第二个栏位啊，再来嘛 ，close 啊，逗点有没有？第三个栏位再来 NO 第四个栏位哈、啊，就这样子，它会一个一个干嘛？帮你依照空格来把它区分出来了啊，区分出来啊，懂意思？那后面的中文，因为它既不是英文的逗点，也不是英文，不是英文的空格啊，它没有英文的空格，所以它不会分割啊，不会分割。然后第二个的啊，它这边用的是什么？假设我的分割符号是两种啊，两种。注意到一件事情哈，第一个是栏的分割，刚刚讲水平的，水平是靠什么？逗号，这里逗号是水平的分割，分栏，分号是第三个参数啊，就是垂直的分割分列。所以当我们打这个结果出来时啊，它就会变成123在同一列不同栏。456也在同一列不同栏啊，然后又自动干嘛？依照分号把它分列，依照逗号把它分栏啊，这样子作业的啊，作业的。然后再来第三个是比较特别的，什么叫比较特别的？如果说我分割栏的时候呢，要用到两个符号来作业啊，一个是逗点，一个是句点啊，英文的。那这时候注意到哈，你前后要加。大括号，然后中间你可以有多个分割符号啊，那中间是用逗号来区分的哈、啊，所以这样子的结果下来呢，
你就看到我们的答案哈。答案上面来讲，第一个逗号有没有？它分割了一个句号，它也分割了一个，有没有？所以它就变成几个两栏啊，两栏啊，分割两栏啊，这样子啊。然后最后面这个是比较特别的，它除了分割两栏以外呢，第四个是干什么？注意到第四个是刚我们讲要干嘛？要不要忽略空白储存格？什么意思？来，我要跟你解释啊。注意到你注意到这里哈，我的分割符号一个是什么？空格，一个是句点。所以你要看一下这里哈，这里在 years 的后面有没有一个句点？章的前面有一个空格，所以句点跟空格要不要产生一个空白储存格？假设是 tree 的话，代表不要产生；假设 phrase 的话，代表要产生，有没有啊？啊，所以这边你看到它就产生干嘛？张三跟啊 year 这边的地方，注意到中间产生了一个空格啊。但是万一你今天把这个改成什么 true tree， 它就不产生了哈，它就连在一起，有没有看到芬兰？但是不产生一个空白的储存格啊，这样。那这是要看你自己哈，看你自己，你觉得需要什么啊？需要什么？然后最后面逗点，英文的话，因为这边我没有英文，我不要用。然后再来，你是否要干嘛？补填值有没有？预设值会加上井号 NA 有没有？啊，我就用预设值好了啊 ，Enter。然后这时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，你看有没有加？没有加哈，因为你没有空白格，所以我把 FLSE 啊 ，FLS。好，这边有空白格哈，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干嘛？有没有加？没有加哈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原因就是在于干嘛？你的资料没有跨两列，啊，你要跨了两列以后呢，他去比对，他才知道说，哦，不足的部分干嘛？我需要加上什么？井号 N 斜线 A 啊，这个错误讯息，啊。